那么小，腰围那么小，我估计我这个腰围都没你这个大腿粗，我能吃多少呢？一万点的暴击伤，哎呀，好生气啊！你的好大额，他居然这么说我，他这么说你老婆，你都没反应吗？嗯，什么意思？变相的在说我瘦，然后也说你瘦。刚有瞪他，你不应该修理他吗？他这么说你老婆，真是我的好大额啊！真的啊。